向导找到了吗？这位青年自告奋勇，愿意给我们当向导，带我们的部队上雪茂山。 脑子哪儿也不去，俺还就在这等着他小伙子，拼一个够，拼俩，俺赚一个，你心甘没问题。但是管好，你必须得说出一个这么干的办法。如果让我脑袋装石头，刚才赔本的买卖，我从来不做。